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田定峰。7月8号晚上6点半，我将在焦点的讲座来跟各位来分享我人生中去经历梦想的故事，在这里面有成功，有挫折，有失败，也希望我能够跟各位近距离的来接触，一起来分享，让各位能够在前往梦想的道路上能够有一个清晰的方向。